台湾林边表示，市府为了照顾独居老人甲肢体障碍者，会当装一款监测系统，一旦专人发现有需要紧急救援，第一时间得当连线服务。不过这款的比例、新办的比例甲现况需求人数明显落差，要求检讨。在第一时间的人，就是这些老人家，他跟我们的社会是有断层的。我们到底有这些服务的项目，我们在希望关心的时候，他能够接到这个资讯，他知道去申请吗？他知道吗？所以你那个局长，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社会服务，在关心这些长者，关心需要关心的人，我们为什么让他的母数这么的高，结果去申请的人是这么的少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部分哦，跟一周报告一下，他是属于独居的，而且身心障碍者这个部分，他不是全面的去装了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他有独居的或身心障碍才会提出申请。当然，小舅除了表示会加强宣导，也强调目前推设的无人志工，正是要来弥补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，由社工搭配志工的协助，得当地第一时间提供紧急的照顾服务。台湾新闻，君吉林跟蔡宏博的。